阿哥，啊，你为着要嫁这个连厝的人，你有哪种牺牲？哎，当看在阿弟忍耐份上，放了我，我怎么跟大家？是啊，一边的代志，搁唔拿这项命啊！阿辉，你会当行哦？你搁嫁就无成啊！既然今仔日主题是父母节，安尼，我就搁我一个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至拜五暗时八点，一家团圆，佳节生意。啥？莫你干咩来啊？我嘛唔知影，啊，不过阿姨希望我嘛甲你讲，甲你的未来。你想讲受人要甲你敬，拜谢我啦。你乖乖在我等。好，我先来去处理菲菲的代志。啊，该当你出场的时候，主人我甲你接。你是啥？阿哥。啊，你为着要嫁这个，啊，你连厝人你都要当牺牲。你哪里是？我是怕别人阻挡，我才会不得已做出这的代志。哎，当看在阿弟忍耐份上，原谅我，我怎么跟大家？是啊，我绝对不愿让那个卖牌货伤害我的好心，我一定要赶紧走出去。不管你讲一千遍还是一万遍，是嘞，我拢无可能让你离我阿公家的。我是来叫大家，你这档来真正落去，在场的每一个家家拢排开欠过日子，凭什么你来大家派过日？我今仔日就是想要拆破你的脸。阿辉，你会当行哦？你搁假就无成啊！这个是小轩，一边的代志搁唔拿起项命啊！既然今仔日主题是复活节，安尼我就搁我一个。消息才知惊，半暝三更不安的心情，珠泪在目眶内慢慢啊淌。一路扶持行到这，为着守护前路袂停当。脚步这多年来，斗斗啊行，一直风中的牵挂，咱已经是断开的红线，痴心放袂落，是一卡过期的皮纸。一直风中的牵挂，咱已经是断开的红线。手指代表痴心，锁伫痛。一直风中的牵挂，咱已经是断开的红线。痴心放袂落，是一卡过期的皮纸。一直风中的牵挂，咱已经是。开的红线。